这场雨再不停的话，我的访谈要怎么办呢？不过最可恶的是 A 子大猪头竟然敢把我丢在这里。小姐，不介意的话让我送你一程好吗？大叔，现在没有人用这种方法搭讪了啦。小姐，你误会了。都几点了？哎呀，糟糕，迟到好久了。喂，请问是黎诗云同学吗？这里是洛克国际公司。是的，您好。对不起，我被大雨困住了，我现在在……哎，是黎同学吗？那么还是一起撑伞吧。到了哦。啊！没事吧？小心点儿。嗯，谢谢。请你在这里先等一会儿。好。嗯，这里好像比较不冷嘞。哇，视野好棒哦！好可爱哦。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，我们开始吧。是。请用。谢谢。那我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，现在还会冷吗？小心别感冒咯。嗯。你真是个率性可爱的女孩啊。嗯。她该不会觉得我很幼稚吧。这里的落地窗风景好漂亮啊。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我对他……他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？你知道吗？在雨天认识的人会变成好朋友哦。只能是好朋友而已吗？